没要吗？没有。再倒了一个。我错了，他就留了。我这没死。大哥，他在隔壁打的，我这楼里没人，我可以扶。大哥，几楼啊？这楼顶有人。楼顶有人。啊！我操！他居然不去救人，他搁楼顶。 把楼顶当柳子是吧？倒了这个人，右边这个倒了吗？对对对，左边这个一楼有一个，能对我吗？这边的二楼一个，不要，暂时不。在左边后门，打头了。OK， 谁救你？前面就那一个了，还在那个二层楼。啊！哎，救你！前面就那一个了。还在那个二层楼。啊！我操！他居然不去救人，他搁楼顶。楼顶当柳子是吧？ 哪里人打我？右边那个围墙，那个小围栏那。What the fuck？ 两个人，我操，那石头人挺多啊。倒了一个，不到他。要不把石头给做掉？我架着就行了。那是往上拉了的吗？我脸上有一个。跑上去了，跑上去了，跑到左上去了。本来还有一个。 你还在这儿，这没死过你是，这么狼，哪儿死的？四边没了，那整个那只剩下右边，还有五个敌人啊。反正这里防区里边应该还有一两个。哎，还有人开车，北边有人开车，就待不了了，别乱想。 第二打野打那个巨物，打那个叫86，这把好痛，这把好痛，这把痛，哎呀，打翻了是不是？啊！哎，他蹲着，我打不到他，你知道吧？这有点高低坡，这里。